星在上一次第一次的行星出现的舞台，他们是垫底的。我觉得他们倒数第一名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他们整个团队的气势非常的低迷，所以我希望我的参与或者是我的陪伴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。我为什么选你们？的确在表演上，在那个舞台上面有很多的缺失跟问题。那就我所知，在你们十个人里面，的确有一些人外遇比较多。我必须要告诉你们，说真的，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，我觉得你都会排除万难，因为你们现在排名真的是最低的。可是我觉得你们还是有机会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还是非常认真，有些人还是非常愿意努力的，好吗？好好。因为这一次的歌曲，是来个蹦蹦。其实这首歌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耳熟能详。那我们木星要有自己的版本，所以呢，我请编曲老师还有音乐老师，他们重新弄了一个东西，然后你们现在就来听听看。我希望呈现的就是欢乐跟 party 的感觉，我希望他们有这样子的氛围，更多的时候是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。练得还好吗？都熟了对不对？可以。那我们今天就来验收，我会选出五个可以上台演出的选手，所以请把握，好好表现。先从唱歌开始。你听到这个前奏，你就准备跟着我排队，所以别白费，发了疯直到白天我都还不睡。叫什么？太紧张忘词了哦。对。A 老师跟平常就是第一集上节目的时候开开心心的样子差很多，就突然变很严厉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紧张。面对我应该一定会有压力，很正常。我应该是四个老师里面最严格的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我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表现，好吗？可我不是真的要给你们压力，你还是可以好好唱，放松。好，来。找几个好朋友一起。没有在拍子上吗？现在我需要来个抱抱。你中气是够的，你气也足。给一个机会，不愉快我借题发挥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唱歌的时候你心中要有那个节奏。现在我需要那个蹦蹦。突然收尾，换掉你们这群废物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很好，让他们知道我有品味，从 hip hop 还是 R&B 我全都会，用这个专音把你逼得疯了，还不错。老师好，我是 Cody 郭子。我知道你，你是跆拳道高手 ，right？ 没有那么高手，傻笑什么？好，可以开始了。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，经过这个时间你就转变，跟着我摆飞。其实你没有唱得很好，也唱得哩哩啦啦，可是我很喜欢你的态度。是吗？我觉得，在选人的时候，我比较看重的反而是态度。好，刚志廷啊，不错嘛，还给我自己加那个东西。精神力，很好。有时候你需要有赌一把的勇气嘛。这个是没办法的嘛，这个理由太多了，这个不行啊，真的是不行啊。心诚则灵，我现在开始祈祷，我会上台，我会上台。希望可以，真的，因为我上次已经没上场了，希望这一次真的可以上场。感觉好，我现在要公布我入选的五位选手。第一个入选的人呢，金云，恭喜你。其实我觉得金云是一定要还是要上去的，他真的是木星的门面，我觉得，因为他又高又好看又认真，态度又好，
我觉得光是这几点真的是，然后舞又跳得很好。第二位入选的呢，很认真在练舞，但后来给了我一个 special， 所以恭喜你，志廷。谢老师。第三位跳舞也有很基本的水准在，一杰，恭喜你。笑死笑死。第四位唱歌很大声的，伟成。很感动吗？因为上一次没有入选，对不对？这次有机会好好表现。就在老师公布有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激动，就很开心，然后开心到有点落泪，就是终于可以有表现的机会这样。最后一个，他一开口就让我感觉到那个态度，所以子恒恭喜你。是，他是认真的，他真的很可爱。我觉得子恒要上去，因为他上一次没有上去，是时候给他一个机会了。我上次是在台下看，然后很难去揣摩说上去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，就是有一点感觉到很多的不安全感。那我们今天要录这个歌，你们都分配好歌词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录音室。让我来住在这场秀，叫几个好朋友一起充满挥霍。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。你要戴耳机啊？没有戴耳机，我怎么唱歌啦？它好分左边右边，对对。每天生活紧绷，明天不用工作。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。他没有到一次过，可是我被他的坚定给感动。因为你刚刚和声有放着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没有被和声拉走，哎。你内心很坚定。蹦 like a 蹦蹦蹦 like a 蹦蹦 like a 蹦蹦蹦 like a 蹦。哦。哦。中了，蹦出了自信。哇，蹦出新滋味啊！哎，老师原来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厉，不像第一次见面他这样子很严肃，然后在录音室的时候就比较像是一个妈妈，他给我们一种没事我在的感觉。让他们知道很有品味，从 hip hop 到 R&B 有全都会。Nice。哦，越来越好了，耶、oh. yeah, ，越来越好了， oh. 好开心哦！谢谢老师，哎、哦、很感动哎，开心，好温柔，让我来住在这场秀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受宠若惊，真的是大大笑，因为我其实没有想到说老师会亲自下来指导我们，所有人都被。叶雅老师的这一份热情跟认真打动了。哎，志廷，你真的可以擦擦汗。不会生的红，那你给我拿着，因为我就会继续流。很怪。我们陪他一起，然后让他有一些兄弟间眼神的交流，让我们大家都是一起的，好不好？在你面前 ，like a wave cross over， 晃掉你们这群废物。不错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团魂。你知道以前我们三个人唱歌，我们会牵手哎，我们真的会牵手。为什么要牵手？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那个同样的一个频率里面，那个节奏里面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，因为这一首歌是我们五个人一起共同完成的，给彼此互相鼓励。我相信在里面的人会得到那个力量。来，每个人牵牵自己的手，牵着团员的手，对，有没有很感动？有哈，伟成是不是又要哭了？没有，你是不是很容易哭？没有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你们要开心的享受这个选秀的旅程。其实我不觉得你一定是来选秀，就是一定要成团出道。更真心的希望你们想达到的是，你们在这个过程中看见自己更多的可能，看到自己是可以进步的。这真的非常珍贵，非常非常用钱都买不到。恭喜你们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啊，好棒，好棒！谢谢你们，哎，可爱可爱。现在何德何能，居然遇到这种老师，然后握着你的手，然后给你能量。我最想要传承的那个精神，就是团队的合作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老师好，压力好大，老师好严格哦。哦，对。
我听说你们自己都有自己家练去捷运站有没有？你们先去喝个水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跟老师先复习一下。好，好，休息一下。那当然有新的舞步，我也希望说，可以跳得跟他们就是是一体的感觉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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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七的时候，对，七、八，对。哈。不能跟你讲太多。全都新的。真的假的？好硬哦！天啊，你把老骨头还有办法这样吗？不知道怎么在那弄我。好啦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呦，大家都拼了命，我就很怕拖累他们了。一二三四，拖累蹦蹦的背。然后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一姐，我有发现，我看到你的手，你的手会有点软软的，对，所以是这样，很明确的五，手都打开来，好像花火一样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便当来了没？可是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吃第二餐，我早上第一餐到现在。哎呀，老师每一次真的是不管是录音还是跳舞还是什么，他所有的永远都是花比平常更多的时间。可能他原本今天只预计来三个小时，他就硬加到四个甚至五个小时，永远都是超时在陪我们一起练。所以不要害怕。就是享受它，然后不要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，因为你已经会了，你不用想就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不用想就会了？它已经在你的细胞里，在你的血液里面了。是，所以不要害怕，我们来享受这个舞台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有找回向心力跟信心，所以我们对于这次舞台非常期待。我们准备好了。他们说他们进步很多，就算他们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原子少年们一样好，可是我觉得就跟他们自己跟上一次的舞台比较起来，让我非常感动。你们很棒，打死爱你们。明天不用工作，现在我想要来个拥抱。
再干一杯。派对的女生是一样的杯，喝太浓不小心砸了杯。Feel like Korean、yeah, 在你面前 like a wave。Cross over 放掉你们这群废物。我寻着一夜新鲜，今夜将往事干杯，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借题发挥。从今而后，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，我的根本都在无心操作。做一个好朋友，一起出门挥霍，寂寞我需要来个蹦蹦。每天生活紧迫，明天不用工作，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。哇哇蹦蹦蹦 like a boom， 哎哎 ，Cody， 开快一点，我快咬不住了。蹦 like a boom， 蹦蹦 like a boom。蹦 like a boom， 蹦 like a boom。